以上就点，你坐机对面，小孩子被你挡住，对面，对面啊，去对面了。给姐姐，小客给姐姐，给姐姐搞起来，给姐姐，有我喝的，好，谢谢。大大还没有吃哈，赶快吃哦。哎，不能！小心，我会跌倒。抢回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安了。不能叫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刚刚又问怎么样？阿公叫什么名字？